好，叫我车停。 这里叫什么名字？妖怪村。妖怪村。你等我看妖怪，妖怪鬼啊！哦，上次一样那个。对，一样啊。哦。妖怪村。嗯。好漂亮，比那个宜兰漂亮。嗯。这里。当然啊，这边比较大，宜兰比较小。嗯。
真的，真的可爱。阿咪阿咪阿咪，更可爱呢。阿咪穿更可爱。阿咪穿不起了，穿不起。这么大件，没有这么大件。走，OK。啊啊啊！啊。他把月亮吃掉。哇，好大呢！他们可以吃吗？什么都吃，什么都吃啊！怎么样？哎，有时候嘉宾的他们都听得懂哎。尿尿了没？不要塞，不要。打开它就会吃。太可爱。那边也在吃啊。对。好可爱的。那灰色很娇气啊。那也在吃一下，透红色。红色兔子也在吃，哎，姐姐拍，帮姐姐拍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安米好不好吃？根本要有一个牵扯，就被阿妈骂了，完蛋。